大家去厨房里拿一颗干桂圆肉，七粒花椒，再加上一小把艾绒，把它们混在一起，放在蒜臼子里面啊，给它捣烂。晚上睡觉前呢，捏取咱们指甲盖这么大小，放在肚脐里面，然后用布贴把肚脐封起来。第二天睡醒以后呢，再撕掉就行了。这个小方子最早啊是东晋的道医葛洪在《抱朴子》这本书里面记载的，后来呢是由南怀瑾大师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公之于众。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小方子在道家能够传承千年之久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，脾胃和则百病消，养生要先养脾胃。首先这三样原材料啊本身都是能量很足的东西，再加上咱们贴的这个位置肚脐是非常有讲究的，它相当于咱们身体的交通中枢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连四肢百骸，而且它会主动吸收咱们身体需要的东西，不需要了就不吸收，很神奇。我推荐大家啊，咱们坚持用完，因为大多数朋友在去年都是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冬天，对不对？咱们就趁着这个把里面隐藏的那些垃圾都给它排干净。方子很简单，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制作，嫌麻烦的朋友呢，左下角小黄车啊就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个，这样一小盒可以用将近2个月，还给大家配备了这种透气的布贴，非常的方便。